巢穴更新之后，现在这里变成了龙虾小兵巢穴，龙虾小兵超少的啦。就我没想到，我才上一个礼拜刚讲完而已，这礼拜就一次出现了两个他的巢穴。有了，我就跑没走。好冷，怎么这么冷？明天还有太阳。抓的是龙虾小兵哎，龙虾小兵超少的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上次去抓的那个，在那个坟墓旁边的公园。这个礼拜台东更新这两个公园有龙虾小兵，我现在连他一颗糖果，我现在连他需要多少糖果才能进化都不知道。应该是会 玩一次啦，从过年之后就摆了一台超大的扭蛋机在那边，听说奖品很烂，去再看要不要投吧。好，然后今天还要一直持续的抓新的 Pokemon。 哇，真的好冷哦。而且气象局还说今天晚上之后是最冷的，有太阳晒还好一点，今天晚上没有太阳晒就完蛋了，只能窝在被子里面剪影片了。好，哦，真的好冷。我现在要计划一些前几天抓到的，然后糖果数量是够的 Pokemon。那我现在计划水桶直到冰滚的部分，这 IV 是蛮高的，我把它做记号了。对。好，现在要直接进化成冰鬼户，它只需要50颗糖果就可以进化了，而且水桶子在前面的活动还不算难抓。话说我小时候有一个冰鬼户的模型，长大之后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。哦，我小时候很爱冰鬼户，因为那时候小智很爱拿他打，那时候他在我心中是英雄。Yeah， 冰鬼户开图鉴了，哎，他的 CP 有这么低哦？居然，好，他居然学了个影子球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会把它当专利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海豹球啦。海豹球，这只也是 IV 好的。等一下，对，什么兵？怎么两只都是防御？好，那现在进化海豹球。那他第一次进化应该也是一样25颗，然后最终进化是100颗，然后海豹球真是大量出，他真的是帮我拿到冰系金牌的最好的伙伴。其实他的进化是真的蛮可爱的，可是在进化就有一个莫扎特的海摩斯在进化。
那这样算下去，它的 CP 可以到2000多。或许冰系可以拿它来打。好，还有什么可以进化的？哦，对，要马莎那样，是 IV 也是棒的，进化恰雷姆，恰雷姆。然后玛莎拉其实在都市也不算少，所以可以拿到那个格斗系的技能，虽然我都还没有。恰雷姆，他是叫恰雷姆没错吧？对对对，恰雷姆没有错。技能是双倍凤凰跟爆裂拳，哇靠，好的、欸。格斗跟优超能系。不错不错，可是 CP 有点低，对，对，不是有点低，不爆了。哦，到底我龙家小兵还要不要出啊？我来很久，只遇到一只哎、欸。好，继续散步吧。对，散步。现在要抓今天第二只龙家小兵。因为是出来道馆，所以它没有显示在下面的那一道，能够找不到。哦，记得微风梨。啊，被打掉了。嘿 ，OK，Great。等一下。抓二中二、欸，这只 IV 好不好？不行，这只不能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进化成铁鳌龙虾、欸，感觉有点难。好，继续走吧，看能不能再遇到个几只，至少要进化，对不对？哦、我现在人在。巨大扭蛋机这边哈，但是，哎，他居然停止营业了，问号，为什么？看一下他写的什么，连日大雨，所以电路受损，紧急抢修中，悲剧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，好吧，那只好下次再来喽，悲剧悲剧。完了，没抓什么龙虾小兵，扭蛋又没转到，悲剧，因为下雨一天，烦欸，真是很讨厌欸，今天怎么各种诸事不顺？然后，等一下，往前一点有一颗会出超猛弹要开了，你赶快去打完那一颗吧。手机快没电了，哎、欸，抓到了！哎、欸，还有一只，喂、欸，突然出现两只、欸，棒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感觉它要错误了，糟糕，这怎么回事？会吧，我已经没电了，还要搞我？哇！哎、欸，真的是各种诸事不顺哎、欸。果然错误了，那只时间到了啦，烦死啊！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哇、哦，还在还在，好险好险！这是多少？361，超低。哇，手冻僵了，嘿，好烦哦，没有转到大扭蛋，我那小兵还只抓了4只，嘿，还好第4只抓到，不然就只抓3只。
赶来赶去的，还没有转到扭蛋，只转了两行鼻涕，烦欸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这只龙虾小兵。他这时候的出现有点激到我的士气呀。哦，727，还不错欸，蛮高的哦这只。如果等下这边抓不够多的话，看来又必要跑一趟那个叫九什么公园的，我忘记了。上次去抓那个洛雷兽那一个吼，啊，抓一只龙虾小兵，这个不会走，应该可以吧？拜托给个好的 IV， 还算不错，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还有没有？拜托再来一只。没有，好，接下来要省电，也要打这颗蛋了，因为这颗蛋会出超梦。OK。刚打完这道馆，它出的是一只鲤鱼王。对，然后，我的东西又不见了，我的龙虾小兵呢？然后我现在手机已经快没电了，哦，悲剧。来了，终于。好 ，OK， 今天到了。刚打完那道馆是有机会可以出超梦的，对，希望会出啦，不要再共估了。OK， 死了。好，第五只龙虾小兵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想哭哦，那个小兵好吵。还有没有？好，附近应该是没了啦。糟糕！好了，那我应该会找时间在这边抓吧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对啊。这是太给力了吧！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又出现一只43，我不剩两把电，糟糕，现在跟时间赛跑。嘿 ，OK， nice， 小效果，下，耶，第六只，六六三十六颗糖果，42，那这样我是抓7，我抓7只欸。那只是吗？如果那只是的话，哦，是6欸，颜色太像了，烦欸。好，我开心了一下。好了，结果今天还是没能顺利的进化，随便了啦。好的，我回家充电了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今天抓龙虾小兵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小小帮我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小小一个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，我回去泡澡了。好，拜拜。